最近吧，发现我老公头屑现象有点严重，经常吧就看到他睡觉的地方有些头屑掉在那儿，用这个滚胶来粘床铺。我爸昨晚上在网上看了一下医生写的文章，说头皮的原因挺多的，除了头皮的属性之外，日常生活中的习惯，比如洗头过勤，或是洗的时候冲洗不干净，还有就是洗发液留在头皮上没洗干净，洗完头之后不吹头发，特别是像我老公这样的长期面对电脑，工作压力又多，这种人情况就尤其严重。这种头皮现象会引起发痒，还会导致掉发，真的是很可怕。这是他用的洗发液，这儿写的是 strong， 就是去污力比较强的一类。现在准备去药妆店再买一个对改善皮屑比较好的回来。这是我们家附近的商店街，这家药店叫松本木，这是男士洁身用品专区，商品种类非常丰富。这是头皮营养剂，这是药用型男性洗发液。嘿，买回来了，给大家看看。这个呢就是洗发液，这儿写的是药用，这儿都写的有对头屑还有皮肤瘙痒都有预防和改善作用，还能防止头皮的汗臭味。这个呢是给头发补充营养的，这儿写的是养毛剂，而且是男女共用的，对头皮屑和头皮发痒还有掉毛都能够起到预防作用，不含香料，里面是这样的。这里面的营养成分呢主要是促进头皮和发根的功能，抑制发屑发痒和掉发的现象。用的时候呢只需每天适量的撒一点在头皮上，然后就进行按摩，这样头皮按摩。这个呢我们都没用过，先让老公试试看看，好的话我也用用。现在是秋季，气候比较干燥，有些人不愿意每天洗头，我看医生建议说几乎是干性头发，也至少要隔一天洗一次，如果你两天不洗的话，头皮就会出现发痒，皮屑也就会增多。洗发液呢最好是选用这种比较低刺激性的，这样每天洗都行。洗完头发之后呢千万要用吹风机把头发吹干，吹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吹风呢不能离头发太近，稍微远一点，这样就不会损伤头皮和毛发。然后吹之前呢可以适当的抹一点这种植物油，天然植物油，或是这种凡士林，抹一点在上面，在手上这样，然后把它搓开之后用吹风机把它加热一下，之后呢再把它抹在头皮上，这样也能有效帮助改善头皮干燥。其次呢饮食方面也可以帮助改善，预防头皮屑，比如动物内脏，还有这种绿色蔬菜，香蕉、南瓜、黄绿色蔬菜、胡萝卜、奶酪这样的乳制品，核桃、黑芝麻，还有蛋黄，都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皮屑。这种头屑过多，我想不光是我先生，许多处于更年期的男女朋友们，大家都会有这种情况吧。特别是在外的时候，如果有头屑，会让人很难看的。所以我们不能听之任之，应该尽早解决改善。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呢，能为朋友们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。好，今天我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头发量多，ふさふさ、ふさふさ、ふさふさ。头发凌乱，ぽさぽさ、ぽさぽさ、ぽさぽさ。发型很棒，決まってるね。
決まってるね。決まってるね。时尚有品味的男士。ダンディ。ダンディ。ダンディ。あれ？何？ひげ生えてる。お前だってひげ生えてんだよ。生えてないよ、剃ったもん。